念。那这个是我这个步道学的课程里面啊，比较后面的课程。那后续就是大家怎么样再去试做。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涉猎过啊？我今天有一大部分你会谈一个叫平埔族的文化。那当初明健老师有在跟我谈台南市的这个生态的部分，我觉得 OK 啊，好，反正其实是讲不完啦 啊。今天才跟冠州主任在谈说，我们明年下学期啊，如果要开一个课，我想要开一个叫做公民科学家系列的课程。但是公民科学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要认识很多动植物？因为毕竟哦，现在大家出门都会带手机，然后手机大部分都是有网络，然后可能大家都有个什么 Line 啊、IG 啊、Twitter 啊，还是什么脸书啊，对不对？啊，这种所谓的自媒体的平台，那再怎样你也能有办法上网。那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都跟这个 GPS， 就是卫星定位系统的做。所以现在基本上你只要带手机出去，你拍照上传，甚至很多的程式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坐标就截录下来。那这个不是去追踪哈，像征信社一样去追踪有没有那个小三或小王，不是这个，是可以用来做什么？做资源调查。那更好的是哦，现在很多的网络，只要在外面有网络。你的花啊草啊，你看都过去，它像人脸辨识一样，它就帮你把可能的植物列出来。那有些网站有些那个社团会告诉你说，你就发现一只动物的尸体传上去，它也可以告诉你那只是谁的。因为在屏幕跟键盘后面的科学家很多。可能就要云端，就要网络去，大家都会乱看。所以我想要下面你想要开一个，这个叫公民科学的入门课。但是我们的功课就是要去上传。我有跟主任说，如果大家有上传，假设你大概在看你要设定什么主题，你有上传，你把它截图，好像开玩笑的，就是不是开玩笑，就是我是假设，就是说假设你上传了5笔。那一节课最多只会500块，这样鼓励大家。但是我不晓得，因为社大有社大经营啊，我不是主任。但我只是说鼓励大家上传。那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开始会去走步道啊，走步道，还有上次我们这样在外面跑，其实很多的资讯啊，如果你有看到，然后上传，它可能就是增加我们台湾一些生物研究的一笔资料。而且这几年慢慢也发现，你不要看小孩子动作。有很多的生物的发现就是一个手机拍照上传这样的发现，甚至解开了很多谜团，甚至也帮助了很多管理上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个社叫木沙社，很多的动物在那里死掉，死状凄惨，对不对？那动物局就会讲，就会做点事情，对不对？就会做一些什么修房子啊什么的，对。那个动物不要死伤惨重，然后就像我的水壶，对吧？石壶啊，就被台湾已经不多了，还被放死，对。然后但是有了这个上传的系统，大家就知道石壶在哪里要会出现，哪里过去那边的时候要注意。好，这些都是。所以下学期如果有机会啊，大家可以来尝试看啊，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当个公民的科学家。这样愿意分享。那今天的主题，我想要探讨这个人文历史部分，想跟大家分享。你在台南啊，但是可能不是很熟的，一个文化的底蕴，就是平埔族的部分。那请问一下在座的伙伴啊，有没有知道自己是平埔族的？没有，有没有听过？怎么去判断平埔族？没有，
有仔细说说是手臂上一条线是，啊还有剪指甲，有没有在座两个特征都有？有吗？指甲是怎么判断？指甲会多一小，好像脚趾，脚趾头，我有，我也是，阿长每次哦，只要它长起来哦，装袜子的过道就会流血，很痛苦，我都把它剪掉。哦你的脚趾头的小指甲外面会再多长一片，那不是大不大，它就在长出来啊，小小片啊，不是长一模一样的指甲片。另外就是手臂啊，大概是在这里的地方会有一条线的、啊，加阿弟伯，对对，加这样，对，你看就一条线，就在第一列啊，好。但是呢，根据人类学家说，这个也不一定啊，好的吧 ？OK， 因为这是上面就一条线，应该就是线啊，不是很清楚。好，那但是在历史的记载里面啊，只要不是山区啊，我们所谓的高山族，日本叫高山族啊，那或许我们现在叫法定的原住民族。在台湾的平原地区啊，事实上都还是有住有所谓的原住民在。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这边角度开始。那为什么在台南谈这么历史，在谈步道要谈这一群伙伴，在这一群族群，是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台南很重要的的祖先呐、啊。只是因为雾外星有一些、因素，让这些血缘可能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还存在，但是我们就选择给他忘记了、哦、那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不像我是不爱读书的，我是不爱读书，来看一下，糟糕，我们两个是不爱读书的，啊、哦，对啊，我爱乱跑，然后有一我参加的社团是社会服务队那个山地服务队。那三地就是以前讲原住民，后来我们也改名了，叫原住民服务队。那就要接触一些原住民的活动啊。可是每次原住民活动的话，最近都跑到屏东，对，跑到茂里，高雄茂里。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学长季建熙，他住大内乡，那时候台南县址的大内乡，然后说他们有个平埔夜祭，是什么东西？是听过了，啊，到了二十几岁还不晓得这平埔夜祭。然后他说，我觉得报纸有写说啊，这个会杀猪啊，甚至那个当地还会吃猪血，生吃猪肉，哦，很血腥。不知什么就这样好奇啊，对这个人类文化有兴趣，我就跟他去。啊，就吃完饭，大家这时候。就骑摩托车，我就骑着我是 CC， 然后那个学长是骑那个追风，然后跑一段，他还追不到，而且一日一路从新化开到那个山上，然后再接过去投射了，啊，好远！哎，到那边的时候灯火通明，那个小乡村偏僻到不行，但是然后到那天晚上是灯火通明，那一天是农历的十月十四号，啊，真的就一群人在那边。好像怪怪，可是怪怪的啦。它那个庙也不像庙，反正比较像中国父纪念馆的。然后呢，地上摆了一排的桌。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像当地的小吃，他们说是阿姨。然后到晚上在十一点多就开始，一群穿白衣服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在那边唱歌。那也不是像阿美族的丰年节，这样很开心的跳舞。他的歌曲有点哀伤，那这一次单次的经验让我觉得就蛮震撼的哦。是为什么我从小长到二十几岁，我的历史还不错啊，但是我从来不晓得这一群人存在在我对外土地，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受到打击，你知道吗？然后就去找一些图书馆，成大图书馆找一些书，找一些资料，哦，看到一本书。要是十万座教授写的，台湾的拜访民族，然后就跟着那个书，去按图索骥。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叫刘黄月的老师，啊，他是文化工作者，啊，他就写了一个，也是那样台湾的拜访，南营平埔志，啊，这是把平埔族标示出来。
然后他已经探查了很多的这个啊怪怪的地方，叫宫泄啊，然后还有这个古堡，然后我是按图索骥，他就一直很想要把这一块台湾土地上的拼图啊，去把它了解。那时候很可以疯狂，可能有业绩我就跑，有业绩就跑。然后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手机嘛，直接录影，然后那录影机还装卡带，那现在很多卡带现在没办法读了，你知道？好，这就是那个时候就很疯狂。那一整个台湾其实都有偏埔族的文化，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在宜兰，你知道到宜兰的话可以坐一个客运叫做伽马兰客运，伽马兰是什么意思？就住宜兰啊，绿色的那个。然后呢，我们的总统府门口那条大马路叫做台大河岸大道，那台大河岸主就是在淡水的那个以前叫台北府啊，就是这个台北盆地里面的族群啊，还有周边的啊。然后现在的苗栗新竹这一带叫做道卡斯族，道卡斯族，那还有一些人在，然后还有那个巴布拉、巴布旺。巴布萨啊，这个族群啊，巴布拉族这个其实在大肚山，在大肚山啊。如果你在中部或是你 Google 网络有所谓的大肚王国，就是这个巴布拉族。那有些不是写巴，是写帕，所帕的帕都有。巴布拉族，那这一个族群在郑成功来的时候呢，被灭族，所以平埔族的。运动者对郑成功其实是很反感，因为郑氏王朝一来就把所有平埔族几乎是灭掉了。好，然后呢，巴布萨就是我们家那边，它里面还有写到西罗跟东罗，我是西罗人，然后他那个史书有记载，就写到西罗社跟东罗社。那我们从小我们家的后面那个里面，就有一步有记到，大概三分钟就到了。就叫做班社，然后我有一个就是我阿公认识的他的同辈啊，这个阿公祖公辈啊，他就说他们是平埔族，因为他们住班社，他长得真的是比较不一样，而且原住民的那个轮廓比较深，颧骨比较高的。但是就是小时候就懵懵懂懂说，我觉得班社那样，就离我们在不远的。然后呢，在这个。嘉义这边叫洪雅族，也有人叫何安雅族啊。那这有一个社会运动的书店叫做洪雅书局书房啊，在那店去给他高官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老就这样子啊。好，然后再到台南这边就有西拉雅族。那西拉雅的这个很多分支哈，还包括高雄的马卡道族啊，到恒春这边呢，这边叫傀儡班。傀儡花，对不起，傀儡花这部故宫电视的戏剧要准备上映，大家知道吗？傀儡花，对，它其实探讨的是南部的这个台湾族，可是因为卑南族跟着那个恒春半岛那边有很多族群都有混合，从东部来的卑南族、阿美族，跟这边过来的马卡道族，跟原本就住在这边的台湾族，最近有点混合了，所以在古书上也有人叫他们叫斯卡罗。Scalo 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就是已经是文化大人物了。后来有一些美国的军舰叫罗妹号搁浅，然后就等等的事件啊，就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这些族群其实都有些不大容易看得到，但是很奇妙的是，他们其实还有一些文化的存在。那我特别要在我的课程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部分，因为台南一定要谈到西拉雅的族群文化，即使没有人讲，我都要讲，就是大家不要忘了那块土地存在，曾经的存在。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给忘了？主要是因为到了国民政府之后呢，直接就把平埔族就不予登记了，就直接认定消失啊，就是在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消失。那日治时期是在这个户籍资料里面是会有写这个，不然我跳到后面去。你如果现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调户籍资料，因为我曾经有帮新市乡乡志参与这个编纂的工作，我是负责写第一篇哈，
地理跟生物篇、生态环境篇。但是因为我们整个团队有十几个老师哈，就大家分工哈，就有写出选字。那我是那时候也纳闷了哈，新社美哈，不是跟你讲，新四新七啦，不是南科吗？哈，还有火车站很热闹啊，有苹果族。我那时候也纳闷，因为那时候都跑外面比较属于外围的公蟹，新社美新四已经没有公蟹了，所以我那时候也什么怪怪的。后来去查一下，原来他们就是新版社。那时候的秘书啦，后来当乡长，后来当区长，叫郑之南哦，他是一个蛮重视那个地方文化的首长，然后就特别带我去看他的，把他族谱秀给我们看。他这是网上说，因为现在户政都可以查，自治时期的那个户口的户。如果还在，就会烧销毁或丢掉，然后有建版过，你会查到你的户籍，你的族群是写熟，你就是有兴趣，或是觉得你可能怀疑你的身世嘛，或是你阿公那边、你阿妈那边都有可能，查看看啊，如果有熟的话。那就是神手的手，手的手，手。那请问那个民谱跟那个现在也是等号？不一样啊，民谱族是，我们看这张地图啊，这些我们就把高山族群跟平埔族群做区隔，所以平埔族群是很多族群哦，你看几乎到整个台湾都有啊。那西拉雅是特别指我们台南以南到屏东这一带的，那有一部分呢，因为后来被判人压迫，后来逃到现在的富里花莲富里那边，这个等一下会讲到。所以西拉雅是特别指我们台南这一带到屏东的这个原住，来这个平埔族哈。那尤其目前屏东那边也有稍微分开，像马坦道，那他们也不见得就等同是西拉雅，所以有可能他们会认为他们是不同的族群，但是。在人类学上是把这两个族群西拉雅跟马卡道把它列为比较近缘，因为他们都有文化，他们的神明信仰是拜壶茶，一个壶不是茶壶，是一个以前装就是陶壶，一个陶壶，也不是台湾族那种陶壶，是很朴素的陶壶啊，而且有些甚至会用酒瓶来代替啊，就是拜壶的民族啊，马卡道跟西拉雅都是拜壶，拜那个酒瓶。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啦，好像民政时期就是土蕃土民嘛，那他们其实大举迁灭，那不然就是用通婚的方式的话，然后一直都有不同的名字，熟蕃的出现是在乾隆时期出现的，熟蕃这个名字在乾隆时期出现，那后来在清朝就统合叫平埔蕃，所以平埔蕃是在清末时候出现的官方用语，所以后来我们经常叫平埔族是这样来的哈。然后在自治时期就直接把，因为他们人类学的做得比较透彻，所以呢有很多的人类学家就在台湾这个地方做田野调查。他们是马关条约是1895年，那在1896年就开始，他们有日本总督府就开始派人类学家进驻，伊能家庭听过我很多啦，这些如果大家有兴趣伸手之助，这些都是早期的人类学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他们透过他们比较这个完整的调查呢，就把住在比较山区的或是比较偏远，像兰屿的红头屿，他们叫红头屿啊，我们现在叫兰屿的那个达悟族啊，那可能是语音的一些误会，所以后来我们的国民政府把它取名叫雅美族，事实上他们不会自己叫雅美，他们称呼自己叫达悟，所以是达悟族啊，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原民会才有证。以前你们如果曾经在读书的时候，或是早期的资料里面，应该读到叫雅美族了，就南屿那些族，这些都算生番。然后后来为了要管理上，他们又把生番分为高沙族，所以看高沙是高山的概念啊，就是指比较山区。事实上也不是所有的族群都住在高山。你到阿美族的部落去，卑南族的部落去，都在平地啊，
你们到那个卑南火车站，跟政府没有，就是台东火车站，现在没有旧站新站，现在没有旧站新站，台东火车站那个地方就叫卑南嘛，那边也不像山啊，那边是平地啊，所以其实高沙族后来我们就利用这个阴啊，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又把它分为怎样三包，三地同胞就是这样子，那其中把一个少族分出来。少主在哪里？伊达少，伊达少大家知道，日月潭，因为日月潭有一个德化社，德化这个地名，还有就伊达少的这个地名，它有一个码头，大家知道。然后它是全台湾目前最少，应该算最少的华定原住民族，只有300多个，300多个，所以当时候是稍微有点分开嘛。那比较麻烦的是日治时期一直到日据的后期都有登陆熟番跟生番的族群记录，但是到国民政府之后重新做户口调查，只要是在平地的，他完全一概就完全没有这个熟的登记。那有几个原因啊，比如说 你喜欢被叫番，以前叫 被叫番叫做奇，就是人家觉得你落后嘛，没有开化，对不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有机会他们其实不喜欢被叫番。那到现在我们开始有所谓的原住民的概念意识，大概已经有将原住民入县啊，我们宪法有称呼说不以后不能叫原这个山地同胞，我们要用华纳是有入县的，宪法规定大概也是有20年前啊，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入县。那这个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原住族就在我们的文化中就被淡化，除非你本身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你可能还会有一点意识。所以我才会刚刚特别问大家，你的这个原生的环境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文化？没关系，等一下如果说越讲好像你的阿公还是阿嬷还是爸爸那边还是阿妈妈那边，会有啊，等一下我可以来研究研究。好，机会很高啊，是因为呢，我们看这个脉络图啊，到乾隆以后啊，他有实施所谓的海禁政策啊，所以就是不能够带眷来这个出海，他要严封锁这个新人员，因为那时候大家沿海的这个生活困苦啊，那大家就赶快逃嘛。不知道，就是往海外去找出路。那从明朝以后，那时候的木造船的技术在中国已经算还不错了，郑和都有办法下西洋了嘛，所以那时候都开启了跟南洋的交流跟接触，所以从福建到广东这一带的沿海就一直往南洋跑，那其中有一部分就往台湾跑，先到澎湖，然后到台湾。所以就很多的俗谚啊，对吧？东山贵台湾啊，成功贵台湾的，就是反正很多俗谚都来到台湾。那为什么来到台湾就台湾？这个大概可以知道，像安平那边的大原住嘛，那应该也是原住族的一个居落名称啊。对，汉人来的时候就说这里是哪里啊？大概聊一聊就说台湾，就叫做台湾，就把它叫做台湾。好，那没有带老婆小孩来，那你怎么在台湾生根跟开枝散叶？所以如果你到了这个土地上，你有机会就是要出地的话，大部分都还是娶原住族的太太，而且原住族的这个社会文化里面呢，它是比较偏母系社会，就是像阿美族一样，就是他的家产是给长女继承，那土地也是，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汉移民男生来到这边娶原住族的女生作为老婆，那他土地就自然变成汉人，对不对？那汉人的话是反过来是父系社会，如果你们家还在拜公妈，你有没有看过你们在公妈汤有没有写女生的名字？没有，
然后你的族谱也都会只有写男生的名字。好，这个是父系社会的一个产物了哈。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从土地的转移，啊，土地的转移，就后来就变成汉人的土地这样。那这一个呢，等下会跟大家提到哈，这大家也如果把它当做步道也不错哈。约翰汤普森他是一个苏格兰的英国的一个摄影师，然后他来到台湾，哎，他跟我们台南还有一点关系哦。他在厦门认识的玛雅各医师，那大家知道玛雅各医师是谁吗？就是新竹医院啊，你进去的时候他就有一幅那个艺术作品放在他，就是年前年还是什么，就是玛雅各医师在做医疗的这个画面啊，在新竹医院的大厅里面，他在厦门认识汤姆森，啊，然后就跟他聊台湾怎样怎样，然后他就第二年。这第二名就跑到台湾，然后就开启了他的探险之旅。那时候他带来了照相机，那也帮台湾南部台湾建构了很多的照片。那刚好他走过的路线呢，就从大概是现在内门到老龙溪沿线六龟一带，所以现在你感觉不到那边有云雾族嘞。那时候他的照片就证明了当时的环境。这是在很多的人类学的这个文献资料里面会出现一张照片。那有一张是台湾的妈妈的，因为她就是很典型南部的台湾跟着那个平埔族的妈妈的一个打扮，然后非常的。如果还有印象，可能我的小时候，我妈背我就布巾背，不是现在那种很好的那个背包，就大概是这样。他的脸轮廓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也没有那么的像卢凯族或者非南族那么的黑，那么的轮廓那么深，但是好像又跟我们有点不大的，但是又有点像，这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云母族，尤其是南部的云母族的特色。那有一份资料在网上查得到，叫做《翻色采风图》。那在中研院已经都把它整个做缩一点长，所以我这个资料是在中研院找到的，网站上找到的《翻色采风图》啊，这在清朝的时候做了一些绘图啊。那它就有一些是有关于我们南部的台湾族的一些介绍，像这个是采槟榔啊，采槟榔。那时候呢还有椰子啊，槟榔跟椰子。看得出来有差啊，槟榔比较小颗绿绿的啊，然后呢椰子比较大颗啊，刚刚画咖啡色。然后这时候是就有提到说，不是里面写的，就是中研网站上提到的资料。荷兰那时候1665年来到台湾，然后1665年是郑成功跟他打仗，然后汉人的说法是把荷兰人赶走了。这个是角度问题啊。好，那1635年他们来，然后他们1639年就来了，然后慢慢从安平这边扩张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台南这个平原土地上就开始去遇到很多的平埔族，然后他们有的归顺，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战争，但是大部分到最后还是会屈服在荷兰人的这个洋枪洋炮底下。那1635年平埔麻豆社平埔族归顺，那他们就带了，这是公益部事务报告里面提到的，就带了一些槟榔跟椰子来表示他们情谊这样。那我们发现这里的地名就叫麻豆，麻豆这个地名是很久很久的古老地名。那如果你从台南的，就是以前台南县的时候有说地名，你会发现台南的土地真的跟平埔族非常有关系，因为那个直接。汉字翻译啊，用我们熟悉的中文翻译，还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知道的？你们大多台远台南市区的，是安远台南县的，你是哪里？新市大社。新市大社，而且
主对因家庭有抵押，我还有点困难。你可你去新市户政看看查了，好，还有没有？你是你不是台南的，哦，那我们是台南县的，偏台南县的，啊，那个有机会我们再聊，那太有趣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学甲跟盐水交界有一个在盐水那边，但是靠学甲，黄泥世界动物园在过去里面有个地名叫欢雅，欢喜的欢，文雅的雅，雅的。完啦、啊！啊，只是能够这种比喻，等下要听到更多有趣的定义，而且有趣就是你根本无法直接理解它的意思的。那麻豆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大牧师，把揪哎，就是那个社区，就像它是一个大的聚落，所以它叫把揪，就是眼睛啊，那个红族群的把揪。然后在这麻豆里面还有一个地名。叫加脸方，加脸方那个脸还不是很好写，那个是他们那时候的政治中心，就是国王住的地方。加脸方啊，如果你查地名，就是不晓得叫什么。加脸方在中文没有意思嘛，但是它就是以前国王住的地方，是在江边西的南边一点点，类似这样，所以这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是哎，我怎么叫这里啊？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有点那一张先跑出来啊，排了个字。那这个啊，刚对接到刚刚那个汤姆森的这一题，他在我记得前几年还有在博物馆的系统有展出他的摄影作品，那也有出他的摄影集，那可能不好买啊，可能在图书馆找看看，有点长去翻。那这个是中研院。透过现在的卫星图、啊、去比较这个当时候它的旅行的地理、啊、然后它从热兰遮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安平嘛、啊、来然后开始到豆瓦港大陆这样在哪里新化然后这里它竟然写 HAKA H-A-K 嘛 K HAKA 是客家大陆这样那边有客家语吗新化以前记载，我不晓得啊、哦。这个把马，把马现在这个地名还在，也是在新化那边。哇，你亲戚啊，你有在怎样？把马啊、哦，冈岭是在左镇啊、哦。啊，把沙啊、哦，这个把沙真的是、哦、很多地方都有。亲戚马把沙木栅，然后这边有一个木栅，木栅教会啊、哦，大家可以到这边来。不是台北的木栅啊、哦，这边木栅。然后到这边来啊、哦，然后走这边去，然后这一条山脉啊。跟这个山脉中间呢、啊，有一个这个水库叫南澳水库，然后穿过那个两座，一个是阿里山山脉的末端，然后这个是玉山山脉的末端，然后上到岛哦，甲仙埔啊，甲仙好不好？大仙嘛，现在的甲仙，然后再绕回来，啊，那这一路阿里干就是里港，啊，阿里干的，就是里港里面有个聚落叫塔罗。大佬，他也是早期马卡道族的大神，大头巨头叫塔罗，不是真的建那个塔。然后这个是大家参考一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买《刘克山》这本书，叫做《福尔摩沙大旅行》，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其中就是汤姆森的这个游记啊，他有把它做翻译好不好？好，然后他有很多的画面，其实你现在如果接到六龟，哎，看起来还是很像。老龙溪的河岸就很像。那、我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个资料，其实还蛮感动的，然后就想要跟着这个汤姆森的脚步去走，啊，就骑摩托车到处追。那、所以我才知道说内门有一个马萨哈木栅，然后这有些点，老龙，我对以前的南横公路还没有断的时候。读成大的应该三天两头都往那边跑。好，那不好意思，我在听说换未来的翻这彩虹图。那这一张图也很有意思哈、哦。这张图是清朝时候，那它是在官亭，啊，在官亭那边啊。那是那个叫木加里湾社啊。等一下，要告诉你木加里湾的位置啊，就直接讲在上方。
彰化也是以前兵务处的大兵务处的大社，他在曾文溪的南岸。那他要到北岸来的时候，到麻豆社来的时候，到关田这边来的时候，那时候好像那时候在关店，对，关店来的时候要渡过曾文溪。啊，在比较南边的曾文溪，其实河道比较宽，比较危险。可是刚好在关田那个时候，刚好有点进入这个秋雨嘛，他不用渡那么远了，所以那边有一个地名叫多拉塔，渡仔头啊，渡仔头。然后那边有一个很小的临时的火车站，在龙田站的前一站，你坐那个电车的时候就会经过。然后它停的时候完全没有人，只有那个通勤时间啊，那上下班或者是学生会下来。那个站叫多拉塔。好，那边呢？啊，就是会遇到这个事情，春冬浅固了哈，所以枯水期的时候就比较浅，然后夏天就大水泛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土官啊，就是地方官啊，公事啊，就跟那个，因为地方官可能就是讲那个北京话官话的啊，派来，那考试考得不好就派到台湾来，好，那。通事就是可能会讲汉语，台湾人，然后就来做翻译，也会讲闽南话，他做翻译。那你发现谁坐船上，谁在水里面？哦，那个平武族呢，就在水里面推，然后帮那些长官啊拿行李。啊，还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你们注意看那些长官坐的船上面有一张皮，那个皮的纹路是什么？点点点，对，梅花鹿。好，这一张还蛮经典的，就是他在渡曾文溪的时候，他的图，这张图呈现这么多的讯息啊。当然除了关的位阶啊之外，就是还有那个梅花鹿这个物产，梅花鹿产。然后当时的平埔族是有打耳环的啊。然后可能清朝，所以他们头发呢跟这个当时候清朝跟公布的剃发令也是一致嘛。那有一些小朋友没有，然后他就在赶牛，对吧？哈。那这个是捕鱼的画面啊，捕鱼的画面它也是有几张布加留湾啊，多罗果就是现在东山，多罗果啊。那但是有一点点的。特殊性是这样的啊，多罗国社其实它的存在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从地名会有。那现在住在东山的西赖雅族呢，其实是从七五这边迁移过来。那为什么他从七五这边迁移过来？就是因为被那个明政的军队跟汉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欺压嘛，反正来汉人来台湾没有土地啊，除了刚刚讲通之外。另外一个他仇成，就是长官说这是我的，就是我的，所以你知道关铁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仇成。明政时期来的时候，他是王嘛，啊、哦，政治空间他是王，我管你这些人，本来在这边有什么权利，对不对？我来的时候就是我要就是我要，我的军官呢要开垦，那就是我要。那台中还有一个铁叫王铁，王铁。就是国王的铁锭，但你所种的哈，就是你们不能拿，你拿了会被砍头啊，抓一块啊。你那边种的是我的。哦，这个角度大家听看看，就是你可能有不同的思维，但是我觉得就反转一下，哦，也不一定要有那么的大案的主义啊。就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给予注意，我们这时候没有这个族群的角色，就是一个学习者。想看看这件事情，那时候就有这个称呼了。称呼，如果你听过吴茂成老师讲“呆刚招 K” 啦，不晓得有听过吴茂成老师讲这个故事，就是以前在台江啊，因为很容易泛滥，所以都做高脚屋，那种地沟嘛，真正做大哦，台江更起来造啊，搬家哈，搬家是这样搬的，啊，称呼哈，好，那台南市在。早期就是以前的书画字，当代现场时代就这个重视这个平埔族的西赖雅族的文化，那时候就成立了台南县的原住民委员会。可是台南
是你现在有看到很多我们的法定原住民，大部分都来台南做，就是移居或打工或是工作。我们讲什么，包括南部比较多的台湾族、卢凯族啊，或是一部分的布农族，甚至有一些阿美族来当渔工等等，后来留在台南住。台南有没有选市议员的时候有没有原住民的市议员？大家知道吗？你岛主有没有注意啊？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可是选公报上会有啊。注意台南有没有？有，那台南的原住民议员叫做平地原住民，是山地原住民。我们这边是平原嘛，平地原住民的这个选项。立法委员的时候有没有？哦，但是我对你可忘了啊。好，哎对，有平原跟山原哈，但是很特别是我们的西雅族是没有被保障。但不过因为早期县政府有在重视，所以成立一个民族事委员会哈。那后来合并之后又叫做台南市民族事委员会。那时候有稍微去做统计啦。那麻豆其实那个因为标题的关系哦，所以麻豆剩下在这边啦哈。那麻豆其实包含下一那时候的社区。那萧龙社就是现在有个萧龙糖厂在嘉里那边，那嘉里以前是岛风内海、所以它其实是岛风内海跟台江内海中间的一个突出来的一个半岛，叫文家半岛，有人把它写成文泽文家嘉里的家，Manga 画的文家半岛，隔里下面是台江内海，上面是岛风内海，然后这岛风内海后来随着这个曾文溪的改道。这个淤积，然后慢慢就出现很多的排骨新耕地，然后就开始有很多聚落来迁移，汉移民就那时候陆续来，那排骨新耕地是新的嘛，也不是平埔族的，就开始开垦，所以大家知道嘛，在学甲有个上白教的地点，所以他们从那边上来，安南区有一个学甲，大家知道安南区有一个很大的。台南原台南县的那个江津溪的旁边有一个叫学甲镇，学甲区。那为什么安南区有一个学甲？它跟这个比较北边那个学甲区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啊！哦，好，这个就我不讲多细节。好，那你要知道，萧龙社本来就住这边，然后他移民来说开始来开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开始怎么讲，会有一些侵占冲突，甚至因为有官方的系统，那官方是听谁的？汉人的还是平埔族的？对，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土地，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八点档的剧情，应该是还蛮可歌可泣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断的一个族群，就是慢慢被同化或消失掉。那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往山区逃难，来个家不行。已经都有聚落，聚落跑到东山的山脚下，刚好呢，在这个集水界旁边有一块空地，那边的人愿意收容他们，然后就在那边住下来。那个地名叫吉贝爽啊，卡巴爽也是萧龙，就是平埔族的云南面听不出来。那昨天应该说前天的晚上就开始祭典。在嘉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名叫北头仰，大家看报纸或是新闻，头是头部的头，北头仰海洋的仰，北头仰那边就举办了平埔的夜祭，大家知道吗？就在这个地方啊，萧龙，然后那个唐朝叫萧龙城啊，那这里的族群大部分都几乎看不到了，但是剩下一些地名啊，除了萧龙之外。还有你们在七股的海边会听到一个地名叫赌家，赌家也是两个字，你用中文也不晓得它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平埔族的英文啊。然后到了这个善化的顾家流湾呢，其实它也是很快就包括汉化啦，或是一些土地的这个利用就改变，所以顾家流湾是很快就不见了。那麻豆就留地名啊，那顾家流湾后来连地名都没有了。那乌家流湾的下面一点点，其实没有那么下面啊，它画错了。其实新社就是善化跟新社下面就是新港社，新港社是当时候最大的西奈尔族群。它到哪里呢？它从新市一直到
从这边然后新化左镇关庙会到高雄的田寮都还是，好、哦，这边都是新港社的聚落范围，包括台南的安平这个地方，有人推测应该也是新港社，就是这个台湾这个地带的那个聚落就是新港社的其中一个啊，所以当时有时候新港社是最大社，最大社为什么？因为它在台江内海的港湾那边。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地形的话，其实以前凹进来这个地方就内海，然后新市这边啊，透过我们在开发那个南科的时候挖出来一大堆的考古遗址嘛，啊，就表示那个聚落其实在一两万年前就存在，那其实是在海边。现在南科位置以前在几千年到几百年之间都还是海边，那海边就可以怎样采集嘛，就有贝壳嘛，所以就会有贝种嘛。啊、哦，就这些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那时候的新港社是很大社。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当然可以再继续探究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很特别的文书，上面写乾隆三十什么年，他们是说啊，然后这里面写的是看起来像英文的还是草书哦？那这边写汉文啊，那新港。是啊、因为离那个安平很近，甚至它就在安平里面，所以台湾最早的学校其实也不是这个传教士来啊，是荷兰人来的学校。那荷兰人只要在列平古族读书，读什么？读圣经，所以信他们的宗教，我们是天主教嘛。那因为要读圣经，所以要有一些书嘛。那你怎么让他们能够记载？就用那时候的荷兰的古荷兰文做的拼音，所以这也不是罗马拼音啊，它其实是以前的那个的人类学资料就说是罗马拼音啊，其实不是，它其实是比较古荷兰文的拼音，然后就把平埔族的语言记录下来，那、现在也没有人会念了、好，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汉字。那个后来的这个汉人来的时候，平埔族还不会汉字啊。可是你要跟我租土地或买卖土地，我怎么知道你写的这个契约是真的还是假？所以大家讲好之后有这个通识嘛，在那边做翻译啊。然后这边你写汉人字，这边我写我看得懂的这个拼音，这个、证据就证明荷兰其实在台湾虽然才三十。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所谓教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荷兰他是用东印度公司的方式来做全世界的那个贸易，他并不是用荷兰的女王去占领殖民地。所以他到台湾，他其实在跟台湾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做叫台湾人种甘蔗。所以他为了叫台湾人种甘蔗，他从印度这边、印尼这边呢，他先占领雅加达嘛，然后呢，带来了水牛这个物种，水牛，所以黑黑的那个皮，红色那个水牛是荷兰带来的，好，然后呢，这时候就开始教这些平埔族人耕种，然后跟你做生意，可是难免会有一些不爽，就是哎，我干嘛没事被你管？以前我也不用管，以前我的国王管我就好，现在做了一个。这个红头发在光的，而且动不动语言不合的话，他就亮枪亮刀，看都输他，我还跟他拼，但是会心生不满，所以还是有一些跟荷兰的冲突存在。好，那这里就讲到说，因为后来汉人的族群越来越扩张，然后冲突不断，那平埔族为了要赶快逃离这个居住环境，可是往内跑的话，又会遇到已经被占领的土地，他也没办法落地生根，所以就去跑。其中有一只啊，它是跑到老龙溪这边，然后沿着现在的纳马夏这个位置，纳马夏现在也刚好有一个有两个新的族群重新命名啊，那是我们法定的第十五族跟第十六族，大家知道卡纳卡纳富跟那个叫。这个名称是沙鲁湾，
整个翻译那南阿鲁巴族啊，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我们最新公告的法定原住民，这个两族啊都在纳下这个范围，跟现在桃园乡就是南仁公路啊要开始上去到宝来再进去那个地方啊，他们有这两个族群，他们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河流走到底了嘛，老龙溪的底了怎么办？这个时候那边的原住民以前的文献记载叫平埔叫布农族啦，可是后来因为现在的族群重新划分，可能不是布农族，就是南阿鲁阿族或是卡纳卡纳富族，帮他们怎样走他们的列境，翻越中央山脉，从现在的这个台东，大概是池上那边、海端乡那边过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这个翻越。那池上在下海的时候，就开始是花东纵谷兵人嘛，他们稍微再往北边一点来停靠，就是现在的花莲县的最南边的那个乡叫富里乡，然后就在那边住了下来。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到花莲的富里乡，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有平埔族的贡献，好，然后在那边耕种的，比较是重谷里面耕种，种稻。他台语讲得很溜，可是轮廓像原住比较深，他就是从台南台湾过去的西拉雅族的后裔，啊，有机会可以到花莲去，大家看看。那另外有一些就是往恒春跑，所以很多马卡道族的聚落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一路一路一路，聚在这边。那有一些就从台东恒春再往那边，再穿过现在所谓阿朗一古道，就是廊桥卑南啊，廊桥是恒春卑南啊，这样廊桥卑南古道虽然很长啦，但是因为走海岸线就不会迷路嘛，啊，你就沿海岸线走就对了，就穿过那个也是那时候是台湾族啊的聚落，那个什么大寮多寮那一带啊，然后就沿着海岸线一直往上逃。逃到那个卑南平原的时候，就现在台东市的附近，就开始又落地生根。所以，其实平埔族在大概清朝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逃难啊的这个过程。啊，那比起其他族群啊，直接就被同化，或是直接被灭族，啊，几近消失哦。西拉雅族大概还有一些文化留下，就是这样的族群，他到了一个地方，他还会留下他的信仰的话，就是拜火。啊，那这些就是一些记录。如果说你的祖居地刚好在这些地方的话，你可以尝试去了解看看啊。像宝宝港，就是现在新化啊，知母义、左侯、豆岛，其实在山上乡平阳在哪里啊？如果你经过，哎，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以前的叫左镇化石馆，现在改得很漂亮，对，叫做左镇化石园区嘛。大家有去过新的馆吗？去一下，因为那边有很多平埔族的聚落。首先，你光开那个南台二十线跟南仁公路，哇，就是新化哈开始上一个小丘陵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山上乡，然后有一个台塘加油站，一个很大的路口，左转到山上水道，好像很有名的博物馆嘞，山上水道博物馆，往下开，那你不要往下开，你再往这个左镇那边开，啊，就左镇那边开，到那边的时候，注意第一个公线就出现了，在那个平台的右手边，那个河街台阶的右手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中油的储油槽的所在地，你也进不去，可是你会看到。有还有一座是那个叫做，变电厂的那个地方，转过了一个千鸟桥，就是那边有千鸟桥上来，右手边有一个小庙，那是第一个公线。如果你不要开太快，路过的时候停下来看，那没有庙门，里面就是拜，它的香案上面不是插香，是插什么？啊，有啦，现在已经改看的话有插香，它上面放的是槟榔，旁边有放米酒。这是第一个聚落，就是左侯社的平阳这边，再往下去过了那个台阳交站下坡，有很大转弯，然后右边是蒙阿波，
左边一个路口，它就写着红色。这样你懂吗？豆票是什么意思？一样，中文没有意思，它就是屏幕组新蓝色的地方。好，然后再往里面去，到了你去停车的时间，你到那个左正化时间去停车的时候，那边有一座庙。那个庙，如果你愿意走出来，外面在马路边，大马路边还有一座庙，那叫老君祠。你进去之后，中间拜太上老君，右边就是拜屏幕组的瓶子，一样，它的前面是槟榔，然后有酒瓶。那如果没有被拿走的话，它那边还有一具猪的头骨，还有一根竹子挂在旁边。这完全不是汉人的庙该有的东西，对不对？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那如果再往里面去，还有罗西湾那边哦，我今天不是没有办法带你们走。如果有兴趣，我们这个是真的很精彩，台南真的都存在，只是从来没有的，这可能很少人告诉你，而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对的，好、哦，这块土地我们竟然还不知道是，所以我爸有点激动，所以我很想告诉你，这块土地真的存在，而且它没有那么远，它就在。你开车可能半小时到的地方，好吧？好，龙旗关庙也是的哈，功德也是的，那我们就不讲了。那另外还有像萧永社这个张，这张照片是网络抓的老照片，这个不是夜景，是白天的夜祭典，啊，在吉备爽，东山的吉备爽，啊，吉祥的吉备，备的备，爽就是玩耍的爽。如果你不晓得，你还真的是不晓得为什么它叫吉备爽。在卡巴刷啊，卡巴刷这个地名，它里面的祭典叫做浩瀚哭啦，用台语哭喊啊，不是张惠妹的听海 ，OK， 浩瀚啊，为什么浩瀚哭喊？因为他从在七股嘉义这个海边被赶到山上嘛，所以他追念他的祖先。但中间很多神话传说，所以你过去查资料或是在现场他们的浩海祭、啸海祭的时候，你去做嘛。讲到的大部分就是什么七个仙女啊，带着他们啊逃难，但这个部背后其实真实的史迹哈、啊，就是他们从海边被赶过来的过程。所以他那个祭典阿姨是要哭的，你知道那个之前有一个老阿姨，80几岁，那时候去做田野访问的时候，就中间那一个，他平常就是已经抽干胶讲槟榔，跟我阿妈一样，因为我阿妈只要过年过节一定要吃槟榔，而且一定叫我。买槟榔请我去公婆，家公婆，我也不懂为什么。稍微那个自己控制一下。自己控制。这是疫情的控制，抱歉哦，要跟学员讲一下哦。各位学员好哦，今天市政府哦有讯息跟我们是说，因为前阵子军舰的军人他们他的移动轨迹是在台南跟高雄嘛，那是台南市政府今天公布是说，因为他为了怕这段时间疫情会扩散。所以呢，他暂时呢，学校他是不对外开放，就是在今天，从明天开始，明天4月23到5月6号这两个礼拜，他是不对外开放。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点也比较尴尬，说照理说5月6号是就开始开上课，但是因为刚好5月6号是礼拜三，所以5月6号当天也不能来上课，所以我们下次上课时间是5月13。对，那所以呢，就是要麻烦助教。可以安排是说，因为我们这次呢，基本上他的要求是说不要进来校园，所以说如果你们在这几周的空白时间是说我安排是去课外教学，或者是线上课程，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还是一样，但你可能要特别跟我通知是说，哎，我今天这堂课我说不是有上课，也有点，但是我的上课方式就是不是来社大教室，是我们在外面上课。那如果是外教学的话，也各请各位注意哈、哦，就是说，毕竟是算是出去外面走哦，通风处是 OK， 但是记得还是要戴着口罩，这样保持安全。那也提醒各位啊，5月13还是正式上课。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哦，如果因为只有共同群组，如果有人今天没有到，如果今天脸部没有到的话呢，麻烦助教哦，也做个通知。以上，这样，谢谢。好，谢谢。好。吓死我！以为我们现在赶快走，是吗？好，那这边有几个地名啊，将军区，生产红萝卜那个地方啊，有办红萝卜将军渔港那个地方，比较内陆的聚落又叫蒋代人，好像我有照片。
那骨架大概在台十七线，你就会遇到这个地名叫骨架哈，那又叫骨架国小。如果你有在了解上课，或者你要了解骨架国小，那关节的设置，设置在哪里呢？现在的艺术学院下面，现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下面那个社区设置，那再来就是脊背床。那另外这个麻豆社，你看它在关田区有点重叠了哈。那环拉禅、番子田这个地名呢，我在研究皮塘的时候就一直不断出现。大家知道现在在关田区有一个很有名的皮塘叫葫芦皮，然后里面有一个吊桥，大家可能会去走的。其实，在水利会的名称，它从来没变过，它就叫番子田皮。但是因为后来也是出万字，就是他就搞一些有的没的，都行了，很自在。就是他就直接聊叫他葫芦皮，因为南北皮穿在一起叫葫芦皮。那在北边的湖中间有一个碑，啊、哦，他就写这个叫汉番敬烈碑。那为什么在关田会有番？就是因为有这个麻豆社的番子田社就在这里。那在龙田火车站啊，叫龙来说这叫龙田啊，龙田火车站，对，关田没有关田火车站哦，啊，龙田火车站的前面有个聚落，里面就有一个庙啊，它就有一样都是汉人的庙，它拜关公，而且是种麻豆腐的，有趣哦，文人店，它里面的右边一样是有湖，一样我诸多可一样对，这个就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还有台一线省道，你从关田龙田站过去，背后是一个台一线省道吗？往北走，第一个小河沟入口，不要急太快，它的后面是一家汽车维修厂，那个汽车维修厂的门口有一间小小的庙，你会有一个土公庙，对不对？你走进来有三个花瓶在上面。然后里面有插那个防潮叶，前面就是摆槟榔。那是因为那附近的云母族人，后来可能因为日治时期有一些文化的压力要迫使，啊，有一些就从清朝到日治时期对一些文化的信仰的一些压迫来，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家里面所供奉的阿力祖啊，这个移到一个小小的地方，可能是个草寮啊，就把它供奉。可是后来呢？国民政府来说，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就是虽然还是不大好意思讲自己是还，但是就是你可能至少就开始有点喜欢啊，装修。所以那有三个是不晓得谁的，但是就是以前的家里面拜的符遗出来的。那他们一样会在祭典的时候会来这边祭拜，平常你去看那个槟榔不是新的，因为老师他其实一直有在祭拜。啊，这个是麻豆社的部分啊。那贺建。这里如果不晓得，你可以 Google 贺建国小，啊，贺建国小，啊，多阿桃，啊，等下我们刚刚提的有没有？欢雅，欢纳，哦，你喜欢？有一个果义村，果义村的台语大家知道怎么念吗？我是不能才知道。果义村，果义后，地名叫果义后，高级啊。不是，这个是就是一个音，那它叫什么意思？叫果义后，果义后。那其实果义后，一般地名通常会有后面后，正式名称是三个字，但是它在公告的地名呢，可能地址的时候又是少写一个字叫果义，叫果义后，就这也是很特别的，就在柳营那边。好，那乌家柳湾又叫湾底社，那就是现在新化安定大内这一带。好，那这个像迪卡龙，现在还有芝加龙大道呢，在整个南科有个芝加龙大道，你就知道为什么叫芝加龙了，因为它是这个木家流湾社的，不是新港社哦，因为那时候刚好木家流湾社跟新港社就在这个新市这边做交界嘛，然后纳法也在主道上啊，那二社是比较里面的，然后到玉井的边边的话，拔马社还在，现在地名还在啊，这个新社啊，现在就是头社跟环。那因为它在那个山凹里面哈，其实它的文化就刚好被保留了下，
所以目前大内的投射的业绩是全台南哈，应该说全国最盛大的电影业绩，因为那个他们后来住在那边，刚好没有被太多汉人干扰，这个聚落呢，汉人也比较少来这边开发，所以投射保存的还蛮完整的。好，哎，就是我第一次震撼的地方就在投射。那姿色啊，有人叫它四色手环，那这个部分就在台南的比较边缘啊，像南西、玉井、南化这一带，就所谓的四色。那大武红色大家有听过？那玉井这边有一个叫鹿桃养，鹿桃养旁边现在最有名其实不是云谷族，而是姓江的，有没有？江家古厝，江家古厝有没有听过啊？鹿桃养那边。那交八年色也是，交八年这三个字就是这三个音就是云谷族的音，就现在的玉井。那后来我们在台南市的这个那个什么庙，我都忘记了，就是交八年事件，大家知道吗？那个庙我都忘记了。哦，它其实原本在西市场的后面，后来被黑地不要，这上面有西螺店还是什么西来安，西来安事件。那是在1917年，所以那时候的抓到的叛变者都有被排杀，最后还是被枪决的。西来安事件影响很大啊，因为他就鼓动台湾人起义嘛，然后去就是攻击这个日本的警察局，然后造成很多的死伤。那日本当然是不甘休啊，无法善罢甘休，所以就开始抄啊。那株连九族，所以他在玉井那边还蛮残忍的。日本人在玉井那边真的是就是直接连坐法就杀了很多人。那甚至现在玉井的一些山区还是那个这个就是当地很大一圈。我举一个，我那时候之前当正弘正大，现在不是在不是大家看啊。正弘正大的时候，我们一个学区是在玉井国小这一个班，这几个班就我们一起关系。那因为就我们就觉得很纳闷啊，就是有一些教师，就是当地的那个妈妈就很不爱去。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啊，那个日治时期哦，那校舍有改过嘛啊，以前那边是刑场，他们都老，他们没看过啊，他们没看过，但是老教知道说。在那边就是那些交换人事件被抓到了，在国外狱警被抓到了，都抓在现在狱警国家那边枪毙，所以老一辈都知道哪里有死了，所以那边改建成校舍的时候就，他们在那边还有一点不想去。我才知道原来这么一个事件的牵连。好，那我不是讲这个事件，我们在讲交换。那再讲一下，就西来后来搬到哪里去？那一个发生事件的那个庙最后被抄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在西市场，就是现在那个什么什么小卷米粉的热门锅巴街那一带，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我们要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地方让它寄宿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后来它有迁庙迁到 Costco 后面，大家有注意到 Costco 后面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皮塔，再过来一点就是西南，然后它有个西安文化馆在巷子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你说历史也不过才一百年了，那现在在一百年之前是，然后还有像这个是湾丘这边都还有贡献啊，然后芒子芒社这里有一个芒子芒皮，所以还是有这个地名。好，那萧里也都还口萧里这都还在，这些地名都还在啊。那屏东这边就是我们屏东的伙伴。屏东，你哪里？屏东是阿侯社，屏东就是阿搞啊，阿侯社啊，阿侯社啊，屏东，还有没有屏东人？来，那离港那个吃猪脚的前面那边叫塔罗社，然后呢有五洛社叫五洛溪，有没有叫五洛哈？丽丽社在坎顶，这些都是很平地的，都是现在是客家居落比较多的，嘉藤社。棒所社是林边，棒社也还在哈。然后淡水河、淡水溪是我们淡水，我们会想说是北部的淡水。事实上，高屏溪以前叫下淡水河，所以上下淡水社就在棒南。社皮
这个地方，这里还有社区国小，啊，你去买换单红豆饼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地名叫社区，那个以前就是兵务总局了，啊，那让他告诉我，啊，那甚至现在去柴山啊，据说柴山里面也是兵务总局的聚落了，但是他比较早被那抗人干死，那个人叫做那个台大。对，还大，还有很多，可怕。郑成功他爸爸都有去给他站那个海岸大走道，据说啊，好，然后这些就是平埔族的祭典。然后我们现在大概能够找到平埔族的文化里面，大概就要从他信仰来。那平埔族的那个祭祀的那个地方，以他看的人也叫庙，啊，以基督教的地方叫教堂。在平埔族信仰里面，那叫公蟹，啊，阿宅利用公盖，啊，那个蟹呢，解决那边家的这个部首，他念蟹，谢谢的蟹，啊，公蟹叫公盖。问一下台南通，有没有台南市叫什么？台南市好像也叫公蟹街，啊，不晓得 ，Google 看看，啊，台南市的我忘记了，好像是有一个叫公蟹街。那一组就是平埔族的公蟹，还是哪一个地方的公蟹街，在台南市那里。好，那为什么会用埔啊？这个其实也是众说纷纭，不同的人类学家有不同的论点。不过大部分就是因为在物质文明的比较之下，比较原始的族群通常会比较羡慕比较先进的族群。比如说我们会羡慕什么？早期会哈字，现在文化比较强势叫哈韩，哦，然后一直都在哈美，对，好，那。你看一个外来族群，它带来比较厉害的陶瓮，你会不会想要用？它是最好的东西，哎，所以早期的平埔族的那个信仰呢，就有这个陶壶、陶瓮。那其中有一个叫安平壶的，比重很高。早期啊，在日治时期的田野调查里面，那为什么呢？这也是跟物质文明的那个强弱有关。啊，他们觉得那个很棒，就是把它变成是信仰的一个神体啊。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名称，大部分我们会常听到叫阿利族是最多，或者刚刚没有写，不是阿吉咒、阿吉咒、阿利族，那也有一些族群叫阿利族，啊，那有很多是跟我们的汉文化的交流之后，他把它转化为泰族、苗族、泰山老族都有，啊，还有就是有些像我在佐证新化，其实我们那天去佐的那个新化。它的聚落里面有一些民宅，啊，不一定是上月哦，可能是换主透天哦，它的民宅的门的这个进去之后的墙角会有一个变卡棍，就是在地上，但是还是拜，但是因为它是人家家，所以也不方便去拜。那我早期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在新化的那个丘陵里面啊，其实还有遇到这样子。然后我们去那天去走的新化林场的后山，有一个叫做那个臭头旗、臭头家，就不远了。就是我们本来说，如果有时间，林青老师说可以到后山走走那个地方，如果风风走到后面去的话，就是平埔族的据点，它就有还是有什么太上老祖还是什么的庙，但是就是平埔族的公蟹。然后在里面有一个绿谷西拉雅，我欢迎大家可以去那边。爬山累了去那边喝个阿姨汤啊，就休息一下，喝咖啡都好。那个老板他姓万，一万两万的万。那他是在统一教会的长老，所以大部分叫万长老。他的儿子也名啊，万俊明，他就是生态摄影师。然后他们就是很典型的平埔族，那个万爸爸啊，万长老，就是你一看他就不是我们这样子，看轮廓还是比较深一点。那他们一直在努力做这个平埔族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他们有把一些母语把它做了建制嘛，所以在口鼻国小跟口鼻教会是有做母语教学，那母语教学是教什么学？叫西拉雅族的族，而且是这边的。那如果你有认识朋友的话，他姓买卖的买，有没有认识？没有，姓刀。刀子的刀，姓潘，姓万，在这个区域的话，在左镇这一个区域的话，大部分都有可能是
节目成功。不妨去跟一个可能没有认识的，但是如果有遇到的时候，这几个姓可以再对一下。哎，你住土土也是，那就是有一些平和音转的啦，啊，哎，就是平和音转，就用汉的汉字然后来转，因为乾隆的时候以为他很伟大，所以他就赐姓了。啊，你都没有姓哦，啊，那我给你姓这样，就给汉姓，就是这样。好，那这是这几个业绩的时间点啊，投射在大队的这个投射，如果你有想要去的话，可能要有熬夜，一定要熬夜了，不好意思，这是业绩嘛，所以它大概是现在才开始热闹。那10月14号，那吉贝耍是9月1，它不是晚上，它是基本上是白天就开始了，而且到第二天的白天还是有，那就看到他们会单着的，也会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那个扁担，以前我去的时候还是扁担，然后他们就扶老携幼到村庄的外围一块农田，然后就把那个祭品什么就摆在地板上。那这里的祭品跟汉人的祭拜的不大一样，他们会有一个像他们要买的一个米字边一个买卖的买，那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汉人的概念，就是有点瓦子啊，啊，用瓦，然后还有槟榔之类的，他们不拿香。不拿香，然后农田的这个我刚刚讲的复兴宫，对不起啊，复兴宫，龙口山出来的复兴宫是在一样是10月15号，那北斗阳是在这两天啊，农历的3月29号，那小林也是这个龙海道的部分，所以他也不过小林村因为灭村了嘛，所以原本的公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也是骑摩托车跑到那边去记录过，那真的还蛮感伤的，那条路现在都没办法到，整个都被土石掩埋。那当他们这个迁出来之后的这个新的聚落永久屋里面还是有复原平埔族的文化，他们还是有。那这个比较特别，下面的泰山加纳湖加瑞湖，它是在一个凤梨园的边边。泰山其实。如果大家有到盐山公路区哈，高速的哈，那边是种凤梨，那以前有台凤的凤梨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叫大陆湾，知道可能去玩过。各位同学，你们做笔记之后，趁着假日去，绝对没有人，好不好？我讲这些点，绝对应该会有去，可是它很有文化。好，去大陆湾还要去吃。古早味的炒面，古早味面，还要去找狮老大、狮老二、狮老三，有3只比人高的狮子塑像啊，就正走在那个叫，广兴村啊，高速的广兴，广兴很多地方都有的，高速广兴村，你就 Google 写狮老大、狮老二、狮老三，很可爱的大狮子哦。为什么要正走在那边？因为它是在高平溪的这边，它会泛滥。好像是这样的，我忘记，我就觉得，那文化真的很好，不是小狮子哦，是大狮子哦，很大很大，而且比庙的那个狮子还大只，哦，大陆跟广西那边啊，你去找看看，然后去吃古早味的面，好，这个就是投射的公蟹，早期的公蟹哈，有一个叫国分之一的教授，如果你有到。左正化石园区里面，他还是有他的介绍。这个教授他在我们台南是做了很多的类型的调查。那在日治时期之后，国民政府接收，他还有留下一段时间，啊，持续有在做的。所以他有一些照片都是可以摆的。那他有拍投射的业绩的照片，啊，那时候已经是穿不是清朝的，因为国民政府就是日治时期，直接就请马的那个什么，他在我老公会请一种衬衫的就。然后开始跑步招标嘛，招标，所以现在马拉松改立了这项招标。你们知道马拉松的改立吗？招标啊，招标啊，阿伯利你们知道叫马拉松，招标啊，招标是平埔族文化来的，他们在这个时候就会跑步啊，然后跑到哪里去？跑到那个溪边去取水，可是因为很容易发生，因为河床落差太大，然后后来他们就取消了。那这个画面都在国分之一的老教授的照片里面都还存在，所以那时候的照片还是茅草屋，就是投射这个
攻陷了黄巢而已。后来呢，他们在改建嘛，因为大家信徒比较有钱，要改建的时候，刚刚好台北有一个国父纪念馆一盖，然后他们讲说，哎，国父纪念馆，他们这样盖庙的时候，盖那攻陷的时候去看台北看，哎，国父纪念馆给拜呀、啊、哦，然后他们就用国父纪念馆的样子，然后告诉那个投机塞说我要干什么，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有点像国父纪念馆，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然后一样没有庙嘛。那中间有一个玻璃，那叫将军柱，它前面就五个湖了哈。那当然有很多神话传说，五个将军什么的，或者五个祖先。那进去的正殿有，那旁边也有，那有一个水缸，那个水缸没事不要去喝，那个不是许愿水，啊，那叫象水，象水，象在平埔族的语言里面，它就是一个灵的概念，象就是一个灵的概念，没事不要去。方向一下，方向一下。如果你看那种那个文献，就是像啊，坐像坐好的意思。那这里面你看，他平常真的不会有人来，真的不会有人来。所以我是说，就到我去跟你讲的景点，台南还有很多公献，真的是很神秘又很可爱。但是没事不要去，除非大家的那个时候，大家去干嘛？被强吸，很奇怪。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看景点。就是签牌啊，赌六合彩啊，那就换了叫六合彩啊。你们那比较知道啊，比较年轻的，就礼拜二跟礼拜四好像就是几可以签号码，有主头啊。这就是时代的眼泪啊！你看我在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啊。啊，开玩笑。好，那这个到了十月十号，交了旧老店，然后就看那一年有多少头猪，就知道有多少人在怀孕，这样，然后。后来我大概我们按八级嘛，我们是八六年毕业嘛，我们在84、85年开始往外跑，然后那时候我一直到我读研究所，我还是有去看，到了大概2000年左右，我就比较没有跑研究。那后来就越来越夸张，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然后开始就摆夜市了，你知道吗？反正没有夜市的，啊，不然这样更。外面就一条夜市，像一条街，然后还有就开始有些不是那么，就不是只有回馈那个阿力族的照顾哈，一头猪，还请歌仔戏，请什么都来，就跟汉人的那个庙文化差不多。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去看夜市了，因为后来觉得我有做记录，我有这个文化记忆了，啊，就不太想做了。但如果你想去了解这个文化的话，要注意几个原则，就不要人家在干嘛的时候，一定要从挤进去，然后你要拍到第一层画面啊，你拍得到就拍得到，拍不到就不要去挤。尤其是那个他们的，我们讲像当地的角色叫阿姨的，阿姨不一定是女生哦，只是他们名叫阿姨哈、哦，也有男生的，那也有女生的。那他们讲的话你也听不懂，因为他讲的并不是什么天女，他其实就讲以前在祭祀里面传承下来的。平埔族的话，那大部分现在也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到了更晚，他们会跳千曲，看 cap， 那个旋律其实还蛮平稳的，它也不是什么嗨的丰年祭，所以你要没事你要跳下去那个跳舞，好吧？这个是禁忌哈。那这个是吉贝耍的大部分，吉贝耍的聚落就还蛮。完整的保留了平埔族的聚落文化，它有大公县跟几个小公县，它有点像是我们汉人的一些庙，然后它有五营啊，东西南北五营啊，中五营，五营大家如果有在一些聚落，你看到简单一点就是插几根竹管子插在地上，然后有在烧香，那有一些比较好一点就是盖个小庙啊，如果再精致一点呢，可能还会在。把一些牧草啊、粮草哈、啊，那个兵马可以吃，大家有看过？没事，就有空都去外面走走吧。不然讲的大家听不懂。好、啊，那这个叫大公蟹，是最大的公蟹。那、啊、你进去的时候要脱鞋子哈、啊，不要只就是给他鞋踩进去，很不礼貌哈、啊。那他都有擦啊，然后里面就会看到有猪骨头、槟榔跟火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我讲的，要到左镇化石馆之前面啊，就快到了，这个转弯过去就是到化石馆的红绿灯了。
左转进去就画这个，那前面就是老君池，它里面就有嘛。但是我这边车速很快，因为台北市那边要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嘛。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将军的这个将军区的平埔族的文化还留下来，少数哈，萧龙社在这个台南的沿海地带还有贡献，但它已经融入在这个新安宫里面。啊，这个是我带我的孩子去，这个是我了，是我太太帮我拍的。在右边这边一样，它上面一样是正，不要说正常，就是我汉人的神明，但是玄机在它的神坛的下面。大家看到啊，不是很清楚，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有两个小小的画饼。好，那这个在我早期之前服务的真理大学的那个外围。然后都有一个叫三明宫，但是呢，如果你 Google 打安州，比如好在哪里，你一定找不到，因为他在庙的后面这个墙面。但是麻豆社少数还留在麻豆的贡献。那这个你到庙后面这个小庙呢，上面就有写阿里祖，他也没有符，他就直接有个石头，然后刻阿里祖上面。这大概是麻豆还可以查得到，叫安庄文。然后你真的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这在黄色的牌子上面就写太上老君阿里祖，所以他指的安庄文，你不要以为三明宫走到，他在三明宫后面。所以太上老君就是，如果就平埔族的信仰，你们那边有在拜太上老君？因为九岁就搬到台南后一个。但是常常在看到有什么太上老君的庙，对，很多太上老君的话会拜，大概就是一贯道，或是有很道教的他会拜，但是那个你会很清楚，他就是就行啊行嘛，都塑像都很鲜明。好，那如果说在台南的一些乡村，你看那个庙不是新的，应该也不是一贯道的，有可能都是阿里祖、阿里母这样子神信仰的转化。好，那现在时间是8:20，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我还有大概两个跟路有关的台南的文化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待会再回来。好。要做民俗文化活动有关，然后这中间还会产生出很多的步道系统，或是就是每年都会用走路的方式，可能路是能走出来的。那大家可以上这个国家文化资产网，那它有很多的文化资产可以搜寻，那它有很多类别，大家知道文化资产保存法现在的文化资产有几类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很多类群。好，这里有这个古迹类、历史建筑类、纪念建筑、聚落文化、景观、史迹、考古、古物，可能是一个石碑里面可以算。然后也有可能是民俗、口述传统、工艺、传统艺术。对，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属于在民俗这一块，那我选台南。那目前台南有被国家的文化资产列入的民俗有43项，是国家级的不是台南市政府的层级，是国家级的。包括我们大家知道台南的作者庆平，不是作者的开始庆平方谁。那跟大家讲一下，在这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吉贝耍西奈亚族的这个业绩，跟当然他隔天的浩瀚啊效法祭，然后前两天才完成的北投养的平埔业绩，他有上新闻，是因为跳迁局的每一个人都有防疫，都戴口罩，这是算是难得一见的画面这样子。然后，等一下，还有这个业绩，他投射业绩啊，投射业绩，他现在阿姨换成女生了，之前那一个阿姨是男生，一直到研究所的时候都还是那个男生，后来他生病了才交接出去。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跟传统民族有关，叫这个上白教的挂牛。那其实这个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种走路的一个活动，所以它就一定会有一些路径。如果你要把它用到的路径来看，也是蛮有文化的。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东山碧轩寺迎佛祖及那个佛祖回娘家。那东山的碧轩寺呢，在东山的街上，要往白河的这个外围。那东山最有名的，东山街上最有名的是东山鸭头嘛？你会吃哪一家？蓝吗？那个蓝子的蓝吗？蓝记嘛？啊，蓝记那家正老店只有卖你四种东西啊，脖子、鸭头、脚跟翅膀。但是我个人觉得脚太硬了，不好吃；翅膀不软，不好吃。但是少数哦，我鸡脖子不爱吃，他的卤鸡脖子连连一绝。然后他的那个鸭头，要看他有没有功夫啊。以前我没有那么多朋友的时候，我以前当学生跑到那边吃的时候，那个鸭嘴巴是给他饼干，卤到酥脆啊，那鸭嘴巴是可以当饼干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的鸭子？那大家怎么爱吃这样？后来他有第二店，二店才有卖什么藕莲啊、蜜桂啊。然后来啊，总之就是在那个地方啊，那条街上啊，怎么都快流口水。然后东山老街就是早期山区的聚集点，而且它还有旧糖厂，跟着旧的糖铁，还有火车站，都还有保留铁路啦。那个糖铁的那个叫月台已经有点大概坏的差不多了，但是表示东山那个街啊，东山街以前是很热闹的。那我要讲的碧轩寺呢，就在它往白河，就是那个东山街比较外围的那个地方。那碧轩寺的滚咒骂，其实它是观音佛祖的概念，但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观音佛祖不太一样，它是黑脸。好，那这个滚咒骂呢，它是从碧云寺来的。那碧云寺大家如果有到关子岭的风景区域，叫水火同源，应该就会路过。叫碧云寺，那碧云寺它比较早啊，就是那个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随着这个移民啊，就到这个地方啊，看起来白的这个整个山是碧云人杰啊，就在那边建寺庙。可是清朝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土匪啊什么的，就是在造乱，就可能去造成这个庙的一些损失。那里面有一个古骂，就是有一个古咒骂呢，就是托梦请信徒呢，就到东山的街上，就又盖了一个叫碧轩寺在这里啊，丫头在这边嘛，你看我没有骗你啊，在这里就盖了一个碧轩寺，所以碧轩寺也很早，但是他从碧云寺分离过来，那他要回家过年，他过完年之后再请他回来。啊，这就变成当地非常的一个算是经典的一个文化，所以呢，在农历的12月23，他会回去过年啊，然后呢，他都徒步啊，距离应该有回程去程比较短啊，大概14-15公里，回来比较远，为什么？人家会跟你讲，那去的时候大概是一直走到山上啊，比较累。所以不要走太远，但是他会穿过一些村庄，其中会穿过一个区域，就是也是平埔族的聚落啊，就是所谓的六重溪这个地方。六重溪这个地方，那六重溪这边呢，啊，六重溪，对这里，白河什么万里长城啊，在高速公路上会看到这个景点，它其实不会走这个省道，它其实就是走小路，然后走的时候呢，它就会走从碧轩寺嘛，要走到这里嘛，最后从旁边，所以它最好最快就是沿着这个上，那它就会穿过这个六重溪的地方。六重溪也是平埔族，只是说它的族群众说纷纭的，说是多罗婆社的留下来，那也有人说是消防社，就是脊背爽再上去啊，但是他们没有业绩，就是还有公蟹啦，还有公蟹。那就从这边，然后切这个山，这种沿着这个山沟这样走上去。那这里面有一条叫相洞古道，
目前呢有些维修啦，我、可能要再去看看路，就是它这条古道已经坍方，没有办法承载哦，每次进香都几千人，甚至现在上万人在走，因为它其实就是切上去嘛，所以聊 K 啦，上面哈就把那个背影来了。那现在因为不堪使用，那他们现在就把它改成这个叫健行步道。那你会穿过森林，然后你也会经过一个小溪这样。然后怎么证明你到了香火古道里啊？你会看到这个叫碧云穿香这个碑嘛，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些古道这样子。然后建议大家找一个石头。高运气哈，这里是有火山碧云寺，啊，所以那时候进香怕人家走错路，好像香火传下来，搁在石头上面了。对，搁在石头上。那这样不是破坏公物吗？不是，这是很早古早人刻。哦，什么现代刻？我这是古早刻，但它就是在马路边子，在炉台下面啊，你要找一下这个。这个你可以找一些，它模糊掉了吧？那个字迹要模糊掉。对了，它刻画不是很深，但是就是跟大家讲，可以查这个东风居这个部落克，部落克，他都有做一些他的铺道，还不错，大家可以查他的文章哈。那他有介绍这个。好，那去的时候啊，去的是12月，农历12月23嘛哈，然后就到那边去回娘家了啊。那回程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香路啊、哦。他去的时候就从玉泉寺，然后走山上的啊，这个保安坡都是沿着庙走。啊，那一直走到这里，古香路这里。那现在已经改了，现在已经不走香路了，因为刚刚讲过香路已经有点不堪使用。他现在走旁边的产业道路。那回程呢是在要住久一点嘛哈，来到正月初十。正月初九，碧云寺就很热闹，然后就开始大家开始准备启程，他是凌晨起驾，然后送回来大概初十，很热闹，很热闹。好，那回程比较久，因为下山可能走比较久，所以他走了大概23:45，那从碧云寺走，一样是从这边接到六城西，然后一直下来。那你会想说晚上？这些地方会有人去迎吗？去拜吗？会，哦，那个每个村落暗水会鬼，你就当不做嘛，给人看。一般我们看到进嘛，你就在门口摆个香，然后等那个神明，他弄进去了，他说晚上。那这个文化啊，它有被列入文化部的国定民俗啊。还有一个是六甲大丘三角游，请家户写灯。这个也是国家民俗，那他的信仰也很特别。我们刚刚提到，碧轩寺跟碧云寺是不做那些，对不对？再往下一点，在乌山头下面一点点，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庙啊，赤山龙虎眼，他一样是拜观音佛祖，啊，就很特别的信仰，就是观音。不是那种白白净净拿圣水，那种观音圣像，它是黑眼的，但是所以在我们的用词叫观音，我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这信仰的，但是它也有捕捉嘛，哦，捕捉，它就在六甲这边也是丘陵地哦，哦，大丘是在乌山头的后面这个地方，啊，真的也是很难走，我之前开车去要找那个乌山头的一些源头，还听到它喷水。好，那这个地方也是丘陵，
他用的是家谱做写证，那他也是民族信仰，然后到内门也是啊，内门族是也是关系户，所以不是台南的其实不是什么都拜妈祖，啊妈祖是因为府城的关系，天后宫最比较多，那台南的沿海北边呢是拜王爷比较多，台南的山区是拜很多妈祖，这个大概是有一些文化性很差别。那这个是碧云寺、碧轩寺跟碧云寺的关系。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个香古道可以找地方去走走。那另外其实还有一条路，它其实在我们的平原，它也算是早期的步道。大家听过官道？官道在清朝的时候，其实从古城往北走，往南走，南北路跟南路。那它怎么因为是要走或是骑马，所以它一定是要很多的休息站。那因为这个休息站就存在了很多的据点，那这个是清代的《纵贯道路》这一本书里面来的，就是这个有中路、东路跟西路，那我们这个西路这个就是往北走的，像铁线桥，等一下会提到啊，铁线桥是哪里呢？这里有铁线桥，铁线桥大概就是现在下雨的地方。现在你到那个聚落去讲祭祭，那大概叫公祭公的地方嘛，它就还有记载这个历史，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是很热闹的啦。好，大家从那个麻豆经过下雨，然后过来这里。那麻豆就是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这个柴头港西，大家知道哪里哈？就现在永康跟台南北区交界，永康的那个水沟。对，柴头港，周台尾在哪里？大概现在的南印大那附近，菊花会，大洲，马沙，这个马沙在新市，大洲新对到新市的，湾里 K 组就是到了彰化左右，菊棍桃、麻豆，那我们现在有个大优秀大学，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是叫台湾首府大学的门口有个打破梅雅故事馆，那边还有一个清朝的一个那个叫船。就是有个斜坡，让船滑下去，就像船，就是坐完船的，让船可以滑下去，那个坡道石头砌的还在，那个有是一个考古遗址，就是啊，就在那个地方叫追棍桃啊，在毛港尾，毛港尾在现在的演牙下雅那个地方，毛港尾的妈祖庙，然后再来就铁线桥积水机，下斜庄就到了哪里？下斜庄就是现在的。后壁，好，然后发展期，这并为追不到，都已经到现在的番路乡啊，鹿草乡，好，大概有这个概念了哈，这个概念，它一直可以走到大甲哎，你看以前的官道可以走到大甲，它走几天我是不晓得，所以它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据点，那这也是所以前的步道啊，以前的步道，好，然后我们来就会走这个这几个，把它来到莲池潭，我们先到左营哈。然后，那更特别的是啊，在清代的北路啊，还有呢，这个叫防汛塘。汛塘是什么？汛塘不是池塘哦。大家看我附的那个图，它是岛峰内海的范围。那因为刚刚讲的那几个点，铁线桥、毛港尾，其实都是沿着港边走。那可是我刚刚讲是在现在的下雨这个地方，没有海啊，以前是岛峰内海的河岸，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是还有跟港啊，河港叫汛，好，汛塘就是河港的位置串，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名字哈，多罗国汛，乌山国汛，盐水港就现在的盐水了哈，八港西港的那个铁线桥。塘毛港尾塘，是吧？所以早期呢，不是只有陆运，还有河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早期在平原这边其实是有一条人来人往的清朝设立的官道啊，在流通。那前一阵几年前，大概十年前，我们在永康的三产店我们在广东出国书啊，同时那时候也有那个神社大家都在永康的三产店嘛。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 K
我关掉的其中一个句子。老师，那个阶梯上面那是神社，是不是？对对，就是神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我的课虽然最后一节课，可是我想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野，就是台南府城很丰富没有错，可是台南府城的比例哈，其实就是在我们讲，大概就是中西区这边最热闹，就是最精华，大概北区加一点点，好，就是古迹最多的地方，大概城内这边没有错，可是你看它只占现在的台南市的一点点。我因为在华东湖，或者我因为做田野调查，不管是生态的文物，我在台南的这其他地方跑，发现我们好像那个太不了解台南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有空哈，也不用跑太远，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啊，那个调调的档案，你可以看看，收集一下。顺便运动一下，练习。然后有些文化活动啊，如果你有兴趣，不一定要真的行套跑，但是你如果可以参观古迹，这样参与其间，或是了解一下它的文化背景，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路是能走出来的。那为什么要走这些路？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啊，那台湾就刚刚讲那些游牧族是在清朝以前汉移民进来的时候是比较发达，所以现在比较少见，也希望大家多做注意啊。但是汉移民以后呢，也不过300年。在台湾，尤其台南这块土地哦，因为要活下去的这些聚落分布哦，然后跟它的兴衰，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文化，这个民俗文化啊。那希望大家多一点时间去了解这些在我们土地上的资产。那台南市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因为。如果你用我刚刚用的角度翻转之后，你会发现还蛮多很精彩的东西。那回到我们这个课程，我希望大家在走步道的时候，就可能不要只有步道。那前两节课是在告诉大家，除了那条路哈，可以让你走一走游览之外，你还可以看一看花花草草、动物、鸟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今天这门课是希望大家在走的时候，把旁边那些人物历史顺便拉进来。那除了很典型的是景观或者是，就是休闲型的步道之外，很多的步道前身大部分都是跟某些的需求所产生的这背景的，有些是因为它要做物资的运输，对不对？啊，所以有些就是在山区啊，挑笋子，挑那个农作物。然后形成像上礼拜讲的后大的古道就是这样，跟曾水库那边的聚落在运送物资的这个古道。那也有今天谈到的是因为信仰所产生的，像我中嘛啊，那回去过年，然后要回娘家的，还有啊，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这两次，它其实还有写真的部分，那我就不讲了。那另外还有就是像有一些是聚落跟聚落之间连结的路，那现在因为有道路的关系，车开的嘛。可是以前在聚落跟聚落之间呢，它可能是走那条路，所以那里会形成一些国道。我这上次有去樟树林啊，像樟树林哦，切过去有一条路，一直到离子岩那条路就是聚落联络道。它也不是为了什么，当然是运送有，但是就是你会走进去发现，规个一条路规个没有指路人家。对，那一条其实就是从离子岩走到这个坎多山这一边的那个部落的横的，因为这样顺着那个等高线比较不用背啊，不用上上下下，所以那一条是他们早期的那个叫做联络道，就是走来走去啊，这个村子跟村子之间交流用的，所以还蛮多步道的成因或者是它的这个形成是有人文的背景所累积。那台南没有像北部那么有名啊，像金包里，就大家知道现在金山，然后到阳明山，然后到台北市，这条叫什么鱼路古道，那很多人去走啊，因为它是从金山靠海嘛，抓了鱼就卖到台北市的来的那个跳鱼的路。那在苗栗还有跳鱼古道，对吧？
就是从通宵，然后把盐送到山上去的，看到这些都是跟物资运输有关的。台南看起来没有那么有名的这个类似这样名称的频道，但是事实上是有存在的，那也等大家的探索啊。好，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来请说。在归仁地区的部分，归仁地区的部分，你要听什么？就是有原住民的。归仁，归仁不是归仁比较，那时候其实很特别，是比较没有机会，不过应该也是有啦，应该也是属新港市的部分，而且归仁应该是蛮早开发，汉人进去的。其实有汉人来的时候，那边会是主要的耕作地。大家想一想哦，府城啊，府城周边哪个地方比较适合生产物资，然后送到府城来，然后坐船去送到大陆或是外国？其实人等方面会比较难，比较近。对，比较近。那我讲几个文化吧，可能那边的民族我就比较不熟。那关庙跟龙起会有，但是人归的那一块我真的比较不熟，可能比较早开。但是我讲一个跟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比较有关的，大家知道，这不晓得你们听过，赤坎楼里面有一个澎湖书院，湖茶湖的湖，澎是澎湃县的澎，啊，我怕我发音比较不对，这个，啊，这个澎湖书院，李家好，三根寿司啊，赤坎楼，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要重盖的公园附近。我怎么讲澎湖书院跟归仁有关？其实归仁那时候的粮食啊，是依靠关庙一个大团皮来。因为大光量稍微高一点，它有一个皮塘叫大塘皮，现在还能找到这个皮塘。它是利用那个山势一个山凹，啊，然后除一个堤就变成坝，然后它就蓄水了。哦，以前在清朝都有这个工程技术，然后就放水下来，然后就灌溉到光庙香寮，香庙的香寮，然后灌溉到贵人，旧社街那边。这一带所物产丰饶，对不对哈？所以他们就要缴水租给当时候的平顺长。而那时候的水珠就是来挹注澎湖书院的浇雪，好，有没有听过这个文化背景？不晓得哦。好，更有趣的是，你知道大潭皮啊，现在这个皮潭不是农田水利会的，它是教育部的。教育部的？对。它的产教用地吗？教育部的产学用地，没有错。所以故事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以为皮潭是，就是那个。农民水利会对，因为他在清朝就是这样的运用，所以教育部接手这样教育的部分，很特别的是，我也是研究我才发现说，原来大潭皮，在关庙这个大潭皮。你可以看到这国道三号，啊，这个丘陵地，所以刚好这些山凹啊，在这边筑个堤就变成水库了啊。很早以前的这个建设，那其实不止这个堤啦，还包括现在的八六啊，八六下面啊，啊，这里要许县溪嘛，许县溪的还没有到八六这边，其实这里有个坝，啊，这叫旧社堤，啊，它灌溉下去有旧社街。在贵人家也找不到。那贵人还有一个庙叫大人庙，啊，大人大人啊，王老庙，大人庙，他拜什么？我不晓得，就是但是这个庙前面有一个碑，我比较有兴趣，因为它里面有提到这个皮塘的用水，哦，要依照比例去划分，要不然会怎样？水源头的人吃掉太多水，水的尾巴的人就会怎样？没有水可以吃。其实我在研究皮塘的时候发现，你刚刚那个班代用的
龟仁这边其实是非常有文化历史，但是也因为它开发的太快，所以有很多的历史可能就要从这些庙啊，或者是这些文化的典籍里面去找。那红瓦厝你知道吗？龟仁就你也不晓得，你是因为在长荣服务想问龟仁，哦，你不是龟仁人。那还有很多可以到这个图书馆去翻一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你帮我找那个红瓦水库那个东西。关山，我们在那个甲仙再上去那个油矿系的那个地方有个半支土，他有一次在那工地上面休息吃饭，他跟一个祈祷讲到，讲跟教化林有关系。哦，他跟那个缩小了之后，你可以看到他跟玉井有点玉井啊有点关系，就是教化林以后。那个日本人来屠村的哈，那很多人哦，那个是南溪的，就是下面那个玉井，对，玉井家，玉井家加一家很厉害。那第一个先跑到就翻一座山过去，就是南化的那个地方，就叫关山村。对，可是住一住又觉得不安全，又很山，好像是很短期的，住没了多久又翻过去，甲仙那边，那边有另外一个关山村。对对对。对，两个关山村，他们算是这样，反正就是隐姓埋名躲在那边就对了。那有一些是跟着人家跑，他也不是那个反动分子啊，跟着他跑。但是你会被朱林主肯定把他溜了。对啊，就赶快跑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关山村再上去，其实是隔壁坑的啦，刘光熙，就这个关山村再往那个关子寮那个。刚到这个正隔壁，正隔壁，对，反正两对对对，那个地方也叫关之谷的，在上面有个关之谷，叫关之谷，关家子，在那边，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那个龙须菜的产地，那个佛手花，对，那个芽就是龙须菜，那这一带种很多啊，还有那个紫菜那边种很多，就是那个老先生跟我讲，除了他讲这个历史以外，又讲一个很好玩的，日文吧。把那些成年人都杀了差不多以后，剩下那些老弱妇女跟小朋友，反正就男生排一排，女生排一排，一号跟一号结婚，二号跟二号结婚，就这样赶快反正就是有点像事情过的，那就回归正常，可是要正常报复，因为人都被他杀光了，所以只好这样，又那个时期隔了好几年，又鼓励他们安家立业了，结婚，还用这样生产报复，那他都哇吃了一顿饭了，听很多他讲的这些好的事情。是，对，其实这个区块啊，因为台南跟高雄交界的山没有很高，那所以这里的族群还蛮有意思，像刚刚提到的马卡道族也有逃难到这里来，所以在南化跟甲仙的关山村都还有。其实你在文献古籍上还是有找到平埔族的居住，可是大家都不想讲，因为另外我还他聊，就是大家既然工作欢哦，就不是很有颜面的事啊，所以大家不会想讲的。那这几代啊，就是我们从南化，然后搬到甲仙，然后再到这个宝来这一带啊，这几个山因为不是很高，所以有一些。故事其实会在这边流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到过瑞丰国旗？你看，是全台南最远的地方。我们很多工地在这里。那有从这条不是很好走哦，边中最好看。现在就是说绕开啊。很好开啊。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平顶。环丘，刚刚有提到哈。然后这里也有那个类似水火同源。会有那个地热的地图打开一点，像那个古宅的那个就是那个我有个他那个叫南建的金字奖的工程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打开一点点，看它上面那些不少工作是我。这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往上面的，这个下面是前期做的，是做这一期的。前期，这个一条一条的。对对对。那个案情那叫什么？啊，案子的名称。柱子寮跟野溪自己工程。
做了好几期，然后最后讲哦，这不是这不是鱼芋头，这是那个苎麻的苎哦，这不是芋头，苎子良。对，那那个平方地的编号是预警十一平方。嗯，到这里，这边因为公差地了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做那么多过招，把这条溪整治起来。嗯，不过这里刚好是那个台南跟嘉义的交界啊。嗯，曾文水这边应该是宝丰，对，大埔啊，这个国道三，哎，这个。这个区县就是县。县界。县界。县界。然后这边就是。哎，没错的话，这边应该是高雄，嗯、有一个就大马线啊。哎，对，大马线，台南跟高雄是有交界的，啊，都跟当然哈，大家知道，可是台南跟高雄跟嘉义是有合在一起的，就在这里。台南高雄嘉义是有交界，那莫拉克的时候啊，大马线怎么逃呢？他没办法下来。对对，他是从去，他是往台南这边逃过来。从那个。然后从那边出来。对，就那么下，他因为上山上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他下不来，他没有办法从小林村那边下，所以他就是搬过这边来。啊，我之前有曾经想要探，不过那时候可能莫拉克没多远，路还没有通。这边是有一些产业道路可以通，然后像我刚提的那个。另外一条山脉有这阿里山山脉啊，这个东山跟正午水库这一带，就是上次有提到后大湖啊，这一条路就是现在坎头山那边啊，还有一条产业道路可以通啊。到这边的时候，应该如果遇到他们有跟你查票，你就要再乖乖买门票，不然这里是不会有人卖门票。九点了，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呢、啊，我只是开启大家一点点的兴趣，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点点探索的心情去做步道。啊、哦，当然这课的主要是做步道，但是还好做步道不是我的部分，是徐老师的部分，所以我的部分就告诉你说，其实不管是用走的、用开车的，然后其他的，反正那一个路之所以会形成，它一定有很多。故事存在，所以不妨用这样的心情去体会啊，然后去感受。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不要忘了台南市有机会要不要参加偏路组的文化？真的我们很特别啊，台南大概目前是全台偏路组文化比较齐全，但是有一个偏路组族群有被列入法定的其他人。卡玛人族，其实卡玛人族他的族群量跟族群文化的状况，不见得比我们西拉雅还要完整，只是因为宜兰出了一个半熟型这边厂，叫做刘喜坤。哦，干嘛来出来证明就是？因为他是宜兰人，他就供到那个卡玛人为法定民族，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但是的确是那个时代。但是同样的，阿扁当总统的时候，没有机会把西拉雅证明。因为当时的族群认为，西拉雅已经没有文化了，连语言就没办法讲，所以才会有刚刚提到像口音或像绿谷西拉雅，有一群很努力的这个绿谷族人，西拉雅人在努力的在寻根，那前提是不要害怕自己是或是曾经是的这个血统，那根据马偕医学院有一个叫林玛丽博士，他是一个血液的台湾血液的权威，他根据血液的一些检测啊，应该是核型啊，台湾有75%的人基本上都有偏部族群的，多多少少，所以你要有啊这么多、哦，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如果说你是后来的，那就是随着国民政府才来的，那当然很清楚知道不会有，那就不会。但是如果说你透过通婚嘛，而且你的祖先在台湾只要超过个六代，大概都快100年了。你在的交流，那如果是你确定你的族谱，像我们家是已经算到26代，在台湾超过26代，至少是200多年。所以我们的家族里面，你说不会跟平埔族结婚，这是很难的。那还有像
发生什么问题。那但是也不一定说，我有点拥有主权就要去做复原跟证明，因为这个涉及到有人会在意，就是原住民有加分，原住民还有一些加值，增加市值吗？对，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反对那个西雅雅证明运动，因为他觉得你要来跟我分资源，因为他就会算是那个原民会嘛，安置会、原民会就会。但是我觉得他已经磨合的了，不要想太多哈。就是不会有人为了这个真的要做什么？不晓得。但总之，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知道，第一个先让自己觉得你是原住民是还蛮不错一件事情，就是证明我们早期在做田野访谈的时候，真的感受到那种他不敢讲他是，他们说啊，银溪啊，对啊，嘿，真讨厌那个黑乌啊、蓝溪啊，嘿。有人是啊，我囡仔吼，有人咧拜，有人咧拜，然后等下就看到那个去拜，他不敢讲，真的，我那时候当下心还蛮，但那我们现在比较不会用的所谓的话法去讲民主啊，因为已经入线了，如果叫欢哦，还是可能是。违宪哦，所以要注意。所以现在是违宪啊，叫搬歧视还是违宪？歧视啦，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有入宪了啦，原住民三个字是入宪，宪法有规定啊，所以基本上你不能叫那些原住民叫三包、三地包，那种。那总查族谱是居住证明，然后用自己的名字查。可能你要知道以前的祖先。你可以试试看，难查了的。对，不一定哦。户政像新市区公所，那是单区嘛？啊？要选单。应该可以跨区吧？其实看你户籍啦，因为有些是搬。现在不是连线的吗？对，除非你要查那搬旧址的。对，要搬旧址，所以要试看看。我们那时候是写新市乡志，我真的是看到一点有吓到，因为有一些村庄真的是有一区的。不过新市比较特别，是因为姓郑的也很多，就是。郑成功的部署在那边的住宅也很多吧，所以其实那个大概在新市那边有些聚落的纠葛，大概就是在郑成功时候发生。我再讲一个更有趣的，不能说有趣，在台湾有的现象，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到，有没有那种你住的那个聚落跟隔壁聚落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有没有？没有哦，我跟你讲，在台湾只有发生一个聚落。官邸跟洗漱不合，大概这样。官邸，那个在隔壁而已吗？这正隔壁啊，隔壁他啊。哎呀，不告不合哎，真的。他们上一辈有打架吗？好，我在，你在还真的不能够在官邸讲洗漱好，不能在洗漱讲官邸好。第二老师不会，第二个地名。那还有一个，就在我们土城政府第二个路，跟那个跟妈祖坪路，对对对，妈祖坪啊。那个真的是超级，哇，不知道怎么讲的，我们真的是还不能口误，口误就完蛋了。那时候我们在帮台上做一些计划，还有那两个那个地方都要很大，就要起来一下。你还不能只帮一个地方做什么记录，我觉得不行。还有很多啦，我在乡下做田野调查，我们做光皮圳的研究就很多了，因为。天真干天真刚好是水的头跟水的尾巴，哇，那个吵架可能两三百年还不知道打死多少。然后两个那个农户打牌的过瘾，不是、啊、打不输输赢，你会怎么样？闹狼嘛，因为闹谁？牵着红杏的嘛。啊，你刚刚真的呀，对吧？那边嗲的啊，啊，同情的还闹不够对不对？敢真的，你敢真的，你不要这样站先啊，到站中过来。我不得了，啊！你是钻出来还是钻出来啊？我就张权械斗，然后还有闽客的嘛，我还叫我砍拖呀。所以不要说异族了，光台湾这块土地就真的是三年一小岛的一大乱。可是那很多都是因为资源的纷争，还有就是纠纷，那最后还是谁的？到最后其实很多是靠信。那我刚刚讲的中华经济也是一种。还有我们最近在做北门这边这个王爷文化的跟海洋资源部分也是，海边的是会捕鳗鸟，啊鳗鸟那好的位置潮水来的时候，你感觉王爷
所以当面都知道了。刚想过来，哎，穿电话线过来找梦想过来，哎，就被打下来了。这海口人为什么那么，哎，有没有个性比较？没有，他跳悍，我然后像我们云林人嘛，哎，台西人哪可你哪可以跟他讲一句什么？真的台西人北出他多么的代名词，其实也不是啊，你就认识久就他定的、啊，然后就是他们要保护资源，最后怎么办？像海边真的台南的海边很多很多的河口古曼的地方谁管？王爷管。没有话讲，啊，你就来管投了嘛，你就来投，就是那个叫下标，反正不同庙不同的方式的哈、哦。那为了要安大其他庙哦，还有大庙管小庙，小庙管中，大庙给这个庙，这个庙再给另外一个庙，这个是企业文化，最近在做这样的一个资源，就是资源管理的一个调查，啊，有成果再跟大家分享，啊、哦，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好了，这个讲不完了，因为土地的文化真的是不断不断的在滋生，甚至我们现在有可能在养成新的文化啊、哦，我们现在正在培养出新的文化的比例啊，所以文化一直被破坏，现在的文化到底是被破坏？对啊，文化当然也有可能保留，当然也有可能新生。然后过几年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人家就会说啊，好珍贵，以后那个什么任天堂的红白机搞不好会入到博物馆。使用功能上是科技的产品啊，那时候再制造就有了啊，不会有了啊，我卖机我去开个模，那就制造我就有了，真的很特别啊，像我跟我儿子讲那卡带他都听不懂啊，现在的孩子跟 CD 他也不知道什么声音，我有些都不怕再见，因为都是直接网络下载，好、哦，真的、啊、说实在的也不是啊，可是文化的轨迹哈，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多收集一点，多了解一点我们生活文化，生活也丰富一点，啊，从这边再去让更多人知道，然后用你的脚、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嘴巴、用你的耳朵去感受这个文化的脉动。哦，哦，再来出一下作业，出一下作业，出一下作业。哎，我现在，哎，其实每次上课都要写作业很。因为我今天讲的比较多听不懂啊，考你们四大主角，哎，这也没有考你们作业，想不到，哈哈哈哈哈，最简单的就是写心得，写心得，听老师讲完以后讲故事，我们想叫你们去采访一个。那个文化故事，但是有点残忍哦。就分享一个看你过的这样子。啊，也可以啊，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本身啊有喜欢这样跟我一样乱跑乱听乱混乱收集啊，这样你这个小道消息，你可以讲一个，大概就是你收集到的田野的这个故事，这样啊，你要写一下在哪里哦，哦哪个地点哦，然后那个故事是什么。像就有点像是原住民的那个神话故事采集，也是很不错的、哦，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就写心得，好不好？那、啊、如果你有的话，把它记下来。哎，那个心事的话，我去询问一下。你心事你讲是？大虾。大虾呀，大虾你看，那炸不起，就大。大虾。好，那其他有没有那个？我可以给你点指引。还是如果你阿公阿嬷或是你长辈。牙嘛，他再来银盘，不过应该是离火城很近，所以又短。可是澎湖有没有平埔族啊？澎湖没有平埔族，就没有。澎湖没有平埔族，反正小琉球可能有乌鬼洞，据说是有，它被灭掉了，就整个族群被清掉了，所以叫乌鬼洞。它应该不是那个什么从南洋跑来的什么黑的。它应该是平埔族，但是被灭掉，有这样的考据。澎湖好像没有，是。那时候没有航海技术。好，你好。但澎湖没有平埔族。澎湖早。早。澎湖在宋朝还是元朝就有取简诗了，但是宋没有太早。
圆筒，巡检师，对不对？是不是？还是我忘记了澎湖，但是澎湖比台湾早很多了，不过他们田螺工都比台湾的田螺工都还早。嗯。OK， 好，那我就你是澎湖人吗？对，那个阿公是从澎湖来的。哦，你可以写那边的。对。好，如果没有就是可以写下心得哈。然后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三个礼拜后见嘛，对不对？好。对，就我应该下面才有约，才有可能看到大家。但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啊！不要有五月十三日讯息传出来。在五月十。